早上有提到的资料类型分析产生器这一组哈。那这一组今天做了很多很多很重大的改动。首先第一个改动呢，就是我们改名字了。因为发现根本没有人听得懂 landing page 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感觉到资料新闻产生器，哦，好丑，听起来超级无敌好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。对，好，那除此之外的事情都很不重要，我们就直接看 demo 就好了。那比如说，我记一下，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是。妇幼犯罪被害人的资料是这样子，那这份资料一份基本上不进去看其实很无聊。那但是我说跑这个 square 的话，它会在我完全不用记介入情况下，它会自动判断里面每个栏位的形态，然后自动去推论说用哪个形态来做图表最棒，然后看出来最后就会变成这样子，最后就有一张这样的图表。然后你看到看，假设你看到高手通道，哇，要求这样子，然后所以呢，正在讲一篇新闻，里面看起来最潮的部分已经做完，其他事情都很不潮。我们等一下有空再慢慢解决。OK， 好 ，demo 完了，感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剩下的东西呢，就是接下来呢，就感谢各位大家帮忙。那个有 Rory 网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两位形态其实可以用一些现有的标准，像 Schema Org 或是 DBPDR 的东西，然后还有。我强大的组员们整理了一些，因为你要判断栏位形态，那你就要有一堆资料可以来参考，所以我们就整理了一些有的没有的台湾村啊、村的名称啊、医院啊、电话都可以拿来猜，以后就越猜越准，然后图表就越来越潮。然后呢，以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当然要内容农场化，以后我们就是不只有图表，我们要下标。所以然后接下来就可以，我们就可以以点阅数来做这个的事情。对，然后所以。总之呢，那如果听起来有兴趣，你想做曹操的事情的话，赶快来一起来加入。那我们的 repository 现在放在 GitHub 那个 GV 的组织底下 ，data smith， 然后或是你在实验上直接敲我 p o 也是可以。那就这样子，谢谢大家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